1979年，小康奋斗目标出题，禅城人早出工作夜归宿，每个晚上都在家里度过。2020年，中国来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。今天禅城的夜晚是怎样的呢？新时代的禅城，无论身处何处，新旧城区都能有好去处。随着全面走向小康生活，禅城的夜经济繁荣成为新生活下的一片缩影。今年2020中国夜经济繁荣百家县市榜单出炉，禅城位列第五。禅城的夜幕下熠熠生辉，烟火已无。